主料：猪里脊肉半条，辅料：生菜、秘制烤肉酱三大勺，黑胡椒粉一勺。油：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将里脊肉切成5毫米厚的片，放入容器中，加入烤肉酱、黑胡椒粉，用手抓匀后，再淋入适量油，抓匀，腌制2小时以上。将腌好的肉放在烤架上，底下切铺好锡纸烤盘，烤箱200度预热好，送入烤箱烤3到4分钟，变色极好。用洗净沥干的生菜包裹烤好的肉便食用即可。烹饪技巧：里脊肉先冷冻再切会很容易切片，切片不能过薄，否则腌好后容易碎烂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